上回说到呢，在盒子世界的背面成立了一个看起来不太正经的剧团，里面有人沉浸解密，忘记了本职任务。把这完成吧，我们要去变装。有人为了获胜反复刷题，把水泼到黄渤脸上，我还泼很多次。还有人畏首畏尾，却笑到了最后，喜提 MVP。可见这剧团凝聚力是有不了一点，没地方躲呀。但与上次两个鸡哥线傻白甜不同的是，本期迎来了两位真正的大魔王，他们身怀绝技，心狠手辣，豁得出去，越怂得回来。别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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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。好了，给你们留点面子吧。究竟表现如何呢？我们盒子里见分晓。两位都会获得一个新的角色身份，可以预测一下，就是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？他演好了，他就不用演，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觉得你就是大聪明嘛。在我们的这个盒子世界里，有没有自己想体验的东西？我没有想体验，我只有不想体验。我不想体验吓唬我，我害怕。玩密室的时候，我是属于那种往后躲的那种人。哎呦，你还玩过密室呢？我也很年轻的好吗？我没玩过密室。你没玩过密室啊？没玩过密室，我是老年人啊。如果说遇到一些害怕的情况，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怕的情况，我比如说这个是这样子啊。以我对黄明的了解，他在很害怕的时候，他发现大家都很害怕，他就往前冲，然后把自己吓死。我是觉得在队伍里面没有出现困难之前，他的存在率是很低的，就是一旦队伍里面出现了困难，我们在逆境当中的话，黄总是有能力帮我们翻。